应该试试，觉得没有我做的三分之一好。这个包看到没有，漫威，这是漫威，200多块钱还是400多块钱，觉得很帅。然后每次这是我健身的吧，这个是今天上课之前带的零食，因为中午没有吃饭。对，这换的衣服，这个小包啥也没有，装鞋的袋子，废物利用，保护家园，从自我做起，没了。好，看手机了。我的屏保是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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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还可以变。是不是很酷炫？是不是很帅？这个就是因为上次我去电影院看了漫威的复联之后，我就吓下来。每当看到他们在闪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自己融入了他们，是他们的一份子。太酷了！我的兴趣爱好，我不知道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。收藏啊，鞋算了，帽子挺多的，墨镜也还行。就是家里我专门买了一个那个装墨镜的那个盒子，一片一翻开，啪，感觉自己跟一个小批发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没有玩什么游戏？没有，最近在学习，在做歌，学表演，充实自己。最近啊，正在看的是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我觉得这个朝代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电影最近是一部科幻片，它叫《湮灭》。最近还比较喜欢看那个昆汀系列的电影，昆汀是我心中一大男神，特别爱。音乐最近在听马红，给你们看一下。
特别有质感，他的歌让我听的不会燥，很舒服。还有就是黑豹的这张原声电影原声也非常好听。最近的一个我买的是一个电脑椅，还有纯净水，我洗衣液也用了。我们家拖把，对，我买这拖把特别方便。你知道它更新到，你知道平常拖把不是还有那种踩的吗？那种踩的，我这个不用，我这直接它可以抽的，可以它直接上面有个快，就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会把那个水给滤下去，对，非常方便。我要推荐的 APP 是高德地图，因为我是一个路痴，然后我每次不管是打车也好，还是自己开车也好，我已经习惯到用高德地图。高德地图是可以切换人生的，对吧？欢迎使用高德地图，我是暖心 boy 易烊千玺。你看，这多有意思，让你一点也不乏味。我想看，手机里面到处都是什么？创造101。哦，那天我给孟美岐，我给她拍了照片。因为那天好像正好是他们的那个总决赛，然后我看着我太激动了，我就给他拍一张照片，我就跟他说恭喜他拿到第一名。因为之前我们一起拍电影嘛，然后认识，就人特别好，就看到这帮姑娘就想起7年前的我嘛。就那天孟美岐在上面哭的，然后他在上面，我在吓我自己在电视机前，我也在，太不容易，太不容易，就想到我们那会儿，反正就感慨一下。